级汽车。最强组合。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活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果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。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铁臂挖掘机库宝。超级汽车出动。警车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冲冲冲！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 ，Piu， 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。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。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？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！挖掘机呀，挖石头，挖啊挖！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。嘿，加油！警车，警车，发射大网！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！警车，警车，绝不放弃！挖掘机呀！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花园大道。
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！嘿嘿，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啊！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啊！啊！哇，小花，让闻闻你香不香？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是有人把花都偷走了。啊，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。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大大车子一二三，对着东东挖呀挖。大大水炮快发射，对着东东喷呀喷。大大轮子跳得高，对着东东踩呀踩。小偷小偷别想跑，完美配合抓住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。下发射水炮弹，打水打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出出来。呵呵，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
当然是要挑战你了，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。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旋风，超雷达警车快车，大力使用车，大力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跳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滴滴小汽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递。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
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跳跳出租车，皮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。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嘿嘿，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
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啊，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啊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，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，不跑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，汽车汽车在哪里，被大马淹没，行人行人在哪里，困在炮楼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愤怒的蜜蜂。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
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好多米饭！快跑！皮皮小心啊，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旋风，黑天救护车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斑斑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，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。把蜜蜂引开吧，没问题。一起吹蜜蜂，让蜜蜂跟我们来到安全地方。一起捉蜜蜂，把蜜蜂全困住，别让它们飞走。这些小家伙们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，我被困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蜜蜂最喜欢花了。斑斑，我来救你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。来追我吧，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。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是蜜蜂又来了吧？快跑！啊！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！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。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
哦，怎么有两个葫芦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泡泡水花呀花，汽车们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了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，泡泡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滴呜滴呜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，加量发射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行长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泡泡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泡泡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太棒了，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看来我们需要帮忙。呼叫指挥中心。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内饭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
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。我的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。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。Yummy yummy yummy， 排队美食多。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发现目标 Go Go， 紧急救援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，怎么动不了了，我去看看，加大马力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做得好、怎么办，出口被挡住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。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刚才真是太危险了，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
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古堡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是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库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。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出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，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了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，轰隆隆，追呀追呀，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网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要破大网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我
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！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，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好，我来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正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！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！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！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！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！完成了！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！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！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！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！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。放在那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那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。